咱们刚接到一个求助，一个粉丝的求助，跟他们说的，所以说搁他村里边儿说的拴一个大灯木一家，好几天了说是，一直搁那翻动一次，又一直搁那庄那边的大路一说溜达是，视频也发给咱了这边，说的是个头还怪大的，他们都不敢靠近，说怎么弄了，这就讲给咱发现去，问咱们过去看看吧。那咱走，咱去他那想看看什么样了。你行。我看这个视频，我看那个确实个头挺大的。那灯木不都跟山那样吗？嗯，对啊。嗯。跟那超吃的一个大锅。哟、哦，那还真跟山那差不多，挺大的哈。那边说的吃还可多了，说的。那咱赶紧去吧。来看看一个。赶紧去看看一个，行。看一会儿要全问西好没事带回去给点吃，我感觉是饿的，可能应该是。你看瘦成啥样了都？我看看也，你看这。这是从家里边剖出来的吗？剖腹。咱发现他说也是搁村里嘛。因为他身上挺干净的也那个。嗯。
只能吃一般的，是突然营养还不上来，年龄不长，别活了。这年龄不小了吗？哦，那胡子是白了。对，我的老姑生下来。他这里有多大岁数了？你说。看不见。哦。小慢慢养呗，是德牧吧？嗯。八十四斤。三二等。那带回去吧，行吗？大姚，带回去，走。瘦了呀，这是，这不知道是从别的村跑过去的还是怎么的。这按理说，要是没有病他的，其实可亲人了，都是自己家养的。啊，他看了搁外边都不敢，人都不敢靠近这样的。他太大了，关键个头个了，都以为这是个大狼狗。那还挺亲人的哈。嗯，岁数大了，胡子都白了，我的天。你三年的时候都瘦。嗯。这个都瘦了了。就是说的呀，这自己家里养的怎么能喂那么瘦的啊？倒挺乖的，其实呀。我也很亲切了。嗯。为真事，一般不了解这样的狗的人，所以说都不敢靠近。对，牙不黄。牙根有点泛黄了，是。嗯。其实下边还挺白的，还没有牙，还没有结石什么的嘞。我天哪，这牙根是没磨过吧？它都可尖了，它是不是之前都是搁笼里边养，这跑回来的？那也不好说，要不然正常情况下人家不说嘛，不会那么长的。他很有可能搁笼子里养的，羊自己跑出来了。你看他这后腿磨的都没有毛了，这个腿上都没有肉了的。嗯，纯粹的就是一个筋一个骨头。你看他多瘦，肋巴骨都一根一根的。那屁股磨的，那全部是搁笼子里边的，都是。脸都白了。还是个小母犬。嗯。胡子都白了，哎，也不知道你主人找没找你。你这出来流浪多长时间了？可怜吧你说。那就找到我这去。行。找到看看是不是人家那边儿，对呀，上那个昨天就是那个大路那边，把那片附近的庄看看，再问问。就是问问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要，别回头咱再带过来了，人再上咱这来找都不好喽。就是的。咱去打听打听，要是有主人呢，咱看看给的呢。对。像没主人呢，咱带回来都没事，是吧？带你去找找也行吧，看看能找到你主人吧。主人估计也不对他也不好，是那么瘦呢。不是那幢的。那可能是跑你这边来的。那可能是的。这一万我没敢招来，就是太大了，你都觉得他是这个，但是这狗可稳定了，他总能主人这样的狗。这从哪跑来的？人家说没见过，不是他庄上的，那咱不能带上别庄问呀？看看呗，把这边看看附近的几个庄都跑问问。那我们也是有人认识呢，怎么？因为赵家有丢狗的，人家也找了呢。狗生回来，俺说哎呀，他两个狗死干净了，那还有一个，他这里在家两个死，那开发店那家狗4天了，给吃4天了多了。这是10天，看是不是没这边的。你要咱这边没有那大狗。什么？大狗？对，没见过是吧？俺喂好个都没喂起来都，喂两条肉。那咱再去问问去吧。找了一圈也没有。嗯。问了两个庄子。就是。先看这喂了呗，看看吧，看看能不能，刷到咱视频看见话，上咱这来找来也行。流浪多长时间了？这还是说，搁他主人那本来都不给吃呀？可能就是我觉得啊，吃也吃不，搁他主人那也没吃好过。你说身上那个，他饿几天吃不上，都能这个样了都。你身上那个老，你说瘦的，你看那后腿有点。一点肉都没有，腿后腿啊！是的，
真可怜。这回闪电一会儿有伴了，又来个跟闪电一样的。这个年龄大。闪电一样的，他警觉了，自己一下子立起来。你看，那他听到点动静是吧？他的表情呀、啊，你看。他能给你喂胖吧？给你弄点好吃的吃行吗？给你弄点肉，还有面条是不是？啊，应该还有。给你弄点肉，弄点面条。嗯。给你吃，你好好补补。下面要加鸡蛋，咱没有鸡蛋了，咱给它放点肉吃吧。乖，不然这种肉也不能。嗯。是不是闻到香味了啊？搁这坐立不安的了，妞一劲儿搁这看，喂，马上好了哈，盛给你吃行吗？哎，不能，这个不能吃啊！对，我急了你舔。哎哎，你见过他不会吃，连这个能没吃过。你说他那些，连这个都想咬他。对，对，好好好，我给你提。对对对对，哎对，舔了吃那样。对，不是嚼的啊。给点好吃的，是吧？都知道跟人亲戚，他沟通通人性吧。今天看精神都是还行了，今天好多了，这都。昨天那估计是饿，时间长不是饿几天了，都不想动了。你看瘦成啥样了？都饿的没有精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姚，这个小家伙现在今天已经就被我们带回来了。昨天就是一个咱们粉丝朋友，在他们村里发现的，这个大家伙也不敢靠近，就是联系我们过去的。当时看着精神也不对，接着就带到我们当地的那个城市医院了，让老板给看完了，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全身气药都给他测了，现在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
目前来说小家伙还挺健康，然后昨天那个状态可能就是因为时间长没吃上饭，导致饿的跟他趴着不想动了，那是。关键搁外边也找不着吃的，你翻的那垃圾桶哪有什么呀？哪有吃的呀？这个是。就是呀，可怜。今天状态怪好，刚把他牵出来，到外边都拉了。你搁这等着，等袁姐打扫完卫生行吗？扫扫地。把那边给他们再拖拖，等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去。没吃了的那个剩的，人家扔着的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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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弄肉了。这吃垃圾吃习惯了，这都。不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吃了。我的天哪！这都能跳上去吗？你怪厉害嘞！你这能高都能跳上去啊？啊，小家伙啊，真机灵！你看那个这，以后咱不翻垃圾吃了，知道不？咱这边有零食，有那些鸡肝肉什么的，咱都能给你弄吃，肉还给你煮着嘞。你看他激动的呀，姐，你姐姐，你看看。给你弄了，你等等。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吃，那个肉还没炖汤热，还没弄好，太热了，很凉透了。多明显，袁姐。这肋骨一根一根的，你瞧瞧。从外边饿的时间长了，所以说那碰到食物也真是，你看碰什么都想吃。放心吧，以后搁咱们这绝对有你口吃的，不能再让你捡垃圾了，知道吧？外边那个垃圾太脏了，上面有细菌。溜溜行吗？来出去逛逛呀，走，熟悉熟悉咱这你们都有买的，来来来，悠悠，他闻着我身上有吃的，他是嗅着了，这是。你看这回来找我了，来来，果然鼻子怪尖的，这是。这都让你闻着了。真的煮了一块肉吧，一根换着啥？不油了，吃凉了，慢慢吃，你可别吃那么多了，因为刚才给他吃点凉子了。吃完又出来了。加个一块也得有半碗了吧？不少。是吧？慢慢吃，那走，再溜溜。
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咱没法给你起名字，俺喊你什么呀？欢迎你回来，你主人找来了。你不一定给咱呀，主要是，毕竟是人家的宝贝儿。哎，所以说都看他主人，他主人要是真是要爱狗狗呢，要对狗好呢，都让他带回去；要不好呢，咱现在咱就别留下来，年龄也大了。回头瞧瞧啊，他得看看你啊，你看，哎呀，给好吧，搁外边吃不着，嗯，待会儿吃饱了，饱了，吃一块肉，还吃了半条半碗狗粮呢，给鸡蛋，嗯，这回是饱了。来都是给你加餐来的，知道吧？就你小样的，做点好吃的，给你弄点好吃的，必须给你补补。是不是给你养胖呀？这都好几天了，那主人我姐也找不来了，你只能留在这儿了。一会儿吃点好的，吃胖点，给你喂起来，喂胖胖的。小家伙有点迫不及待了，闻到香味了，可能是的吧。跟他热，等一会儿。亮亮哈，亮亮马上吃。盆来连肉加狗粮，只有喝点汤。你喝肉汤了？嗯。俺狗，你看之前煮的肉没有喝肉汤的了。饿的时间太长了，搁外边，肚子里没有什么油分。给多少就吃多少那样的，反正就是。嗯，他个子本身。你看前两天没有饭，他不吃的，吃饱了不吃的那种。嗯。给多少都能吃多少。吃的这叶子，这肚子是一，我的天哪！直接都撑起来了，走走走。尿没有弄黄了，刚来的时候尿的可黄了，没有水喝，没有水喝。一天了也没有人来领你，小家伙，想取个名儿呗？家行，你起个名儿，不能天天喊小家伙呀，是是的。
叫什么呀？这个咱有一个叫小闪电，这个叫旋风，这个叫小旋风，行吗？行，闪电旋风也怪符合他的气质来的。嗯，跑起来倒是挺快的，风风火火的。乖，行吗？以后就叫旋风了哈。旋风，旋风好听。旋风。对，你跑过去。对啊，走，走，走。旋风，你得赶紧好好吃胖点，知道不？搁冬天来临之前，你得吃起来。你要不然你冬天你能瘦，你怎么能够抵御寒冬呢？咱没有你能打的一行穿。